为了争夺收视率，跨年晚会每年都会邀请观众熟悉和喜爱的明星加盟。他们的精彩表演不仅让节目更有看点，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难忘瞬间。那么，跨年晚会有哪些亮点呢？让我们一同盘点。一、杨子仁美歌甜；二、周笔畅、成毅梦幻合唱。在央视的跨年晚会上，周笔畅和成毅一起演唱了《春天谣》。这首歌不仅旋律悠扬，朗朗上口，而且成毅和周笔畅的搭配也很新鲜。两人一开嗓，感觉春天已经向我们走来了。周笔畅的声音有穿透力，成毅的台风很活泼，两人的配合可谓相得益彰，确实唱出了一幅万家灯火的美好画卷。你有没有融入其中呢？三、戚薇、李承铉夫妻同台。在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上，戚薇和李承铉夫妻一同翻唱了火爆全网的热门歌曲《漠河舞厅》。众所周知，《漠河舞厅》网上有很多版本，因此翻唱这首歌对于李承铉和戚薇来说绝对是一个挑战。但我们欣喜地看到，李承铉和戚薇的版本不仅唱出了新意，而且两人呈现的若有似无、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，真的是赏心悦目。在浙江卫视跨年晚会上，老狼和张碧晨合体献上了经典歌曲《想把我唱给你听》，因为这首歌伴随了太多人的青葱时光，所以说爷青回肯定没错了。听了老狼和张碧晨的演唱，莫名会想到2014年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上，杨幂和刘恺威也唱过这首歌。那时候的他们眼睛里全都是抑制不住的喜欢，但无言的结局总会让人感慨。杨幂和刘恺威的幸福时光，如果能定格在2014的跨年晚会上，该有多好！我们通过跨年晚会和明星们一起告别了2021。回首过往，你的一路相伴都让很歌收获了感动。于是想说，所有的从前都是时间的恩赐，所有的遇见都是岁月的赠予。让我们一起和过往告别，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。相信在新的一年，我们都能遇到最好的自己。2022跨年晚会。